那告诉大家，我们每天如果不精进，就会无所事事，东看看西望望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是人生的消费者，你们消费的是人生啊，耗费的是你们的生命啊。我们要每天积极地面对的人生和付出，才是人生创造者。一个确信掌握了人间真相的人，是不会在乎别人的反对和认可的。学佛人首先要相信自己是真实的，也就是说，只有你能够创造你自己的未来。人在行善的时候很容易走偏差，因为有时候想做一件善事，但是它的果不一定是好的。在《了凡四训》对善做了说明，善有真有假，有阴有阳，有大有小，有偏有正。不要以为有些人说我在做善事，实际上他没有功德。善事只有当他用自己的佛心和本性融化在社会当中，融化在为别人为众生而奉献的精神当中，这种善才叫纯善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做了善事，实际上他造了恶业。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什么叫真，什么叫善。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学佛，思想要正，绝对不能邪。我们要正信正念的学佛法，要正信正念的爱众生，反对邪法邪教，反对一切危害人类心灵健康的东西。相信我们的心会越来越纯洁，我们的意念会越来越干净，我们的心会向着菩萨迈进。